等一下哈，我们先做一个热身运动，跟着一起哈。来，肩膀，身体，这个运动量太大。你受伤了是吗？你已经累了，累了。好，来下一个动作，压腿动作，来，这个腿压得有点低，压低一点，再低，再低，再低，我就要给你求婚了，我就不能再低了，这个再，我觉得他长得就很帅。可以求，可以求，嗯，对，好，另一边，另一边啊，起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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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下一个动作，手腕脚踝。你是不是真的跟我差不多高？我今天可能得点脚录这个节目。我再说一下我们场上一些注意事项啊，一张蹦床只能一个人在上面跳跃啊，就是两个人不可以在一起啊。我们要分开了吗？